翡翠一族，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宝石之一。就如视频中这么漂亮清脆的一手镯，是非常受大众喜欢的。尤其是满绿的手镯，市场上是非常难得的。翡翠手镯戴上的它，给了一种非常高贵典雅的感觉和气质。它是非常适合社会名人和明星们，尤其是女明星们出席宴会时手上都有戴着的重要宝石之一。其实要鉴定它是否 A 货还是 B 货，有没有注胶呢，是非常容易简单的，只要用一盏紫外线灯关上所有的灯光，然后照射这个玉手镯，它只要发射荧光，它就是 B 货，有注胶。这手镯是天然的，没有荧光，你喜欢吗？